警惕，乌鲁木齐本轮疫情与一起聚集性活动关联。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主任芮宝林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介绍，综合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，本轮疫情主要与一起聚集性活动关联，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主要集中在天山区。乌鲁木齐市卫健委主任张卫表示，为做好新冠疫情精准防控工作，按照自治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部署，乌鲁木齐市按照应检尽检、愿检尽检的原则，突出重点，分级实施，在全市范围内分批有序开展免费核酸检测工作，请市民朋友按照所在社区的通知要求，在指定采样点进行采样，做好个人防护，保持一米安全距离，不扎堆，不聚集，有序配合核酸检测工作。今天中午，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治工作需要，为全力支援新疆新冠肺炎筛查工作，江苏省派出的21人检验医疗队从南京禄口机场飞往新疆乌鲁木齐，支援新疆新冠肺炎筛查核酸检测工作。